大家好，我是杨墨水，在每周三我都会更新影片哦。在这一次的杨墨水，我们将要介绍到的是乌托邦里面一个新的坐骑，叫做狮鹫。在这一集，杨墨水将要介绍狮鹫它的饲料的材料，还有它的素质啊这些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饲料该怎么制作吧。我们需要的是鲨鱼心脏，我们需要金鳞鱼，还需要罕见肉。当然，在网络上许多人也分享建议呢，是准备100到100包才可以去捕捉狮鹫，比较保险一点。我们顺便也讲一下狮鹫的素质吧。狮鹫的速度是7000到8000，它的负重大概是35到40，它的飞行速度是10000到11000。对于飞行的宠物来说，10000到11000其实还蛮多的。所以如果朋友们是没有飞行宠物的，或者是比较慢的，像小猪来说，狮鹫就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捕捉它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集的杨墨水就先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